你眼睛那一杀过去就知道有真有假，有没有真有多少个真，那么一杀过去就知道造型。造型，如果这个造型对了，那你再注意看他的纹饰，看他别的地方就行了。所以这个造型追求实在的，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造型的规律以后，你比如我说梅瓶，宋代的梅瓶怎么样，明朝的梅瓶怎么样，初期的梅瓶，清代怎么样，我下次就跟大家讲这个造型，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个什么样，就这个造型是最重要的。那么造型呢有个规律，时代越早的，离我们越早的，它造型就越简单，造型就越单调，它越单调，因为它根据生活水平而来，根据生产跟生存水平而来的嘛。那么造型越丰富的，那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就是那后来的事情了。所以造型呢越简，造型越简单，它的变化规律越慢，它变化规律慢，所以这个造型呢是很好鉴别的一个方面。越是时代越早，它造型简单，规律变化的也慢，变化也慢，不像我们社会也发达，变化也快，而且古代的东西都是一期多用的一种东西，碗就是那种碗，它也可以干别的地方用，不像我们现在是太复杂了，喝啤酒是喝啤酒的，喝茶是喝茶的，喝咖啡是喝咖啡的，喝牛奶是喝牛奶的。以后的人考古，他不用我们这个现在的考古，考我们的祖先的古，他要考我们的古，不用我们这一套，用我们那个根本不成的，对不对？你比如说鞋，我们的尖鞋、土鞋、高跟鞋、低跟鞋都多得很，他怎么去造型上去鉴别？没办法的，那是另外一种考古方法。而我们对前人的考古呢，就是这块时代越早，这个规律啊，这个器物就越单调，品种越单调，啊，变化就越慢，变化越慢。那么这个时候拿出宋代以前的来讲，基本上可以这么说，甚至包括宋代在里面，这个器型都可以一看就是什么时代的造型。你不管它是壶，不管它是碗，不管它是什么盘子还是罐子，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时代。这个以后我还讲这个事情，这一部分一定很容易讲造型是，但是它的规律性是很强的，越早这个单调就是造型少，变化慢，这个我们好鉴定的。明清时期之所以困难一点呢，就是因为它造型多了，变化快了，造型多了给我们呢增加了许多麻烦，这个呢也许多麻烦。所以一般来讲，明清时期鉴定呢比宋以前时期鉴定要困难得多，它就这个道理，就这个道理，因为它太多了，丰富也太丰富了，而且节奏也快了，变化的节奏也快了，这个东西它就是要就给我们这鉴定家们增加一些困难，增加一些困难。但是呢它还是有规律的，明清时期它有管的，还是有规律的，只要我们按照刚才所讲的那个规律去行事，这个知识逐步积累，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把它断代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造型啊，这是陶瓷美术一个造型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也是瓷器的一个最容易看的时代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就是说器型要不合乎规律变化了，你就要下决心，那个东西就是不对。古代是很有规律的，很有规则的东西，是这么个情况。这也是个经验，要注意，不要含糊，不要因为有某种变化没什么了不起，它就是口稍微大了一点也没什么吧。你这湖河北省和湖南省没有那么远的海，那个区别还没有，那你就完了，那你就在断代上要走眼了，就这个情况。你要相信古人的这个规律。这是关于造型方面的东西。花纹装饰啊，是在我们断代上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尽管只画一个龙纹，龙，每一个朝代的画法是不一样的，这就给我们鉴定家提供了一个线索。因为缠枝莲、缠枝牡丹，经常在瓷器里出现，每一个时代尽管是一个主题，都是画的一样，但是它画法不同。如果我们把它研究一下这个画法的不同，我们就可以进行断代，作为我们一个依据，借鉴的一个依据来对待它。我这里举个例子啊，不管这说的可不可以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华侨吧，或者一个什么，是中国人，也不能说是华侨，他因为是祖宗的澳大利亚籍，他有一个元青花，就刚才我们的资政十一年的那个大瓶子一对儿，
啊，哎，你说的没有，我跟他，哎哎，对，我跟他没有什么打交道，我就举这个例子啊。哎呀，他可下了不少的功夫啊，到处宣传他这个东西是慈母，是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不是在英国，是在我家。哎呀，你说，啊，那简直不得了。他就是他也是吃这十一年的这个品，他那一堆是真的，你简直不得了，啊，开了很多的学术讨论会，花了不少钱，下了不少功夫，但真的还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你没办法。我记得开那个学术讨论会的时候，那个规模也不小啊，摆在中间让大家看。有个专家一进去，嘿，那家伙了不起，闻的味儿都是元青花的味儿，好的，那么捧他，那他高兴啊。哎，我的相他找的不少，我跑他家里看的时候，他有爱人给我找了好多相，大把花的干那个瓶子。其实我一直持否定态度。至于他对我这个照片他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我们这个人呢，也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珍贵，我说往往就是跟人家照相啊，你心里有点打嘀咕。不记得在北京啊，据说有几个学生跟我反映，说是有几个开铺子的地方，说跟你老板跟你照的相，就摆在这个瓶子这旁边。我这个瓶子就是真的是你先看过的，你说我这个有缘伸不出去啊。跟你照一张相没什么了不起嘛，这个都挺好，你对我是很有尊敬意思啊，我跟你们也是朋友嘛，没关系嘛，这就不对了，是吧？我说这个是吧？这就不对了。他因为这个瓶子，他把这个摆这个照片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你先看过的这个东西是好的，这样有这个情况，所以我跟大家照相嘛，这个心里就老想到这个事儿。但不是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意思就是这样的。林子是，他叫林子超，对，他家里那个对面，他还得给我照很多相。那照相的时候，我这照片照着，你再看，你也是说真说假，我并没在那，他就可以跟你宣传嘛，这个问题。我是说这个纹饰啊，我那个学生跟我一起去看，我一个研究生，到他家里去看。他老师啊，这个东西有问题呀、啊！你看他这个龙都画了个粗脖子龙啊。他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呀，他就从文史这个看。这个老林听见了以后，你呢？哎，你这个就从这一点来说明问题。人还有脖子粗脖子细的呢，他妈的龙有问题，脖子粗就是，这说这个话就实际上是外行话。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这个纹饰的重要性，哪怕这一点纹饰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依据。本来元朝的龙都是细脖子龙，为什么你这个元朝的龙为什么是粗脖子龙？对不对？实际上这东西是假的嘛，所以学生说的对，是假的。来了一顿骂出来说，我说你别瞎嚷了、啊，我也不敢开口，你就那他是因为我教他是细脖子龙嘛，老师这个是粗脖子龙，对吧？你这个东西就来这么一套，就是这个纹饰对瓷器的鉴定这个年代很重要，尽管是纹饰，它提供了一个依据啊，提供了一点依据，所以造型纹饰对瓷器鉴定，它也是一个美术这一方面。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往往的一件东西，别的地方都不错，就是在图上画的不合乎这个时代，就可以提出怀疑来，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这个纹饰是相当重要的，哪怕都是一个龙纹，粗脖子跟细脖子，一个时代的区别呀、啊，不能因为人还有脖子粗脖子细，不那个时候就一样的，它实际上就是外行话。回来的学生他也不跟他说了，反正来了那个老头凶了他一顿，他说人还有脖子长得粗长得细的呢，你后来我就怂他，我说你别说了，就说明是纹饰重要性啊，纹饰重要性。下次讲课的时候，我把那个纹饰在缎带上的重要性呢，我排了有十几种纹饰，除了龙纹以外啊，什么长子牡丹长子年啊，什么这个蕉叶纹啊，回纹，什么莲花瓣纹，还有好多纹的这些种类啊，跟他说不同说区别，这个在讲纹饰的时候，这个方面来跟大家讲。
关系，那就说明这个纹饰啊，在瓷器鉴定上呢很要紧。那么我们呢，你们呢，学习好人们就要看这个每一个时代这个纹饰是怎么画法的，是怎么个画法，这样一个情况。除掉青花原料以外啊，它这是另外提的一种这个美术这一方面给你提供的一些一个依据。就是刚才我举这个例子，还很多这方面的笑话也很多，说明这个问题。就纹饰啊，造型纹饰，在这个瓷器鉴定的年代上，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就是说，它具有时代特点，就是在这里，我不能因为就是一个粗薄之中，一个细薄之中都可以出现，那就完了。它本来我是有规律的，本来有规律的，它是一个有规律性的东西，而是历史形成的一个各个时代的不同的一个特点。那你鉴别你根据什么？就是根据这些时代的不同而把它鉴别出来的，是吧？如果那个可能有这个可能的话，那就没法，那我们就没根据了。那你鉴定家鉴定东西，我们科学性究竟在哪儿？就说不上了，可以。就是我们总结出来这个稀薄之龙、粗薄之龙啊，也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大量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它就是那么一个规律，那么一个规律。但是龙的三爪、五爪，有的时候五爪就是官窑，别的窑你不用那个，我把总结一下，没有这个太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这个龙纹呢，有一定的规律性，它也不完全是，有时候这样子。等我讲龙纹的时候，来给大家，把它细致的讲一下。有些的纹饰啊，的的确确，还不是像现在有些人说的这样子。特别是龙纹，什么五爪龙呢，才是只有官窑才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很多，还有很多，还有烧造方法的一些事情，说火石红这个问题啊。还有或者有火石红就是真，没火石红就是假，这个东西太有点绝对了。现在仿的火石红很简单，就用那个黄土糊一糊，它不有水吗？潮湿的地方，你就拿了窑里一烧，烧完了以后出窑里氧化了以后，它就是红的。这个很好仿的东西，很好做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一见到火石红就迷了，这个东西高价就买回去了。高价买回去了，这拿的书都有鉴定，你看某某某某写了，这火石红是真没火石红假，这个做不出来的，痴迷的到这个程度，这样子自己这个亏了嘛，自己这样的人。但过去我们那个宣传也不对，没搞清楚，因为对科学不了解这样的情况。很简单，里面是砖，咱们那个建筑砖原料是一样的，有红砖有灰砖，知道吧？对吧？实际上呢都是泥土黄土。为什么有的上层是灰砖，为什么要是红砖？一个是还原，一个是氧化。这么我们在烧窑的时候记住给大家讲一下氧化了以后就成红的，还原以后是灰的或者黑的。你们注意了没有？有些红砖头你们看了没有？红砖头你把它撇开以后里头有黑心，没烧透。不是，你说没烧透，对，也可以这么说，实际上不是没烧透，是什么？这没有，上面那一层是空气进入的氧化了，里面那个地方没有进空气，它就是还原了，它就发黑，懂吗？不是没有烧熟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火焰的不同。同样的原料，陶瓷器也是一样的，同样的原料，火焰的不同，气候的变化，所以窑器是窑啊，是千变万化，一个窑里头烧一百件，一百个不一样，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说是哪一种是什么石啊，那根本不可能的，不是这样的情况，不是。那有的时候气泡大气泡小气泡，是不是一定拿我背那个镜子，什么是真气泡什么是假气泡他也不知道，一定拿那个镜子照，不行的，那个东西不是那个问题所以那个红砖里面有灰砖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个氧化，一个，因为它里面接不到空气嘛，所以它就成，所以是很简单的例子。陶瓷器也是这样的，一个窑里头有的是翻了窑位的不同了，有的氧化了，有的还原了，烧出的都不一样，就不太一样，有些各种各样的变化也不太一样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神秘这个讲的再也选不出一个了，我这是唯一一个，你说对了，它就是一个，
姚琦就是你这海鲜是完全一样的，那不可能的，是不是？不大可能的，完全一样。我要什么话，我就出什么话，完全一样的姚琦，哪有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个不，这都不对的，这理解上各个方面都不太，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哎，咱们休息一下好吧，我去上厕所，咱们看我这个考试科学。这个中国的瓷器的历史悠久啊，总的来说它是属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个往往有的时候啊，我们从器型纹饰来看，往往的时候呢跟这个规律相反。大家知道我们的建筑经常是这样，越是好的东西时代它反而越早。但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的永乐的东西就比宣德好，它就是这样的啊，成化的东西就是比嘉靖万历要好，对吧？那么从整个陶瓷科学来讲呢，它都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为什么往往出现这么种情况，这是我们鉴定家们经常考虑的问题。你比如说实际上这个芒口这个瓷器啊，实际上是一种不好的一种表现，是吧？你正上面口都有釉，不多好吗？吃饭也好，又不划嘴，为什么要芒口呢？因为它就要增加产量，改变那个烧造方法，来提高了产量。也就是需要量大了以后啊，它不能不采取一些这样一个措施。哎，这个不是技术反而差的一种表现。我举个例子，我们现代咱们这个北京大碗茶还是使用的那个碗呢，还是中间还有舌圈的，你知道吗？不然它乱烧起来烧烧的。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对吧？还使用那种碗呢，青花蓝边碗。这不是，就跟我刚才讲的，我们中国瓷器的技术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啊。但是那往往在断代上啊，就是越好的东西越少，越少的东西越名贵，反而东西越好。跟刚才我说的永乐，那宣德瓷器赶不上永乐啊，嘉万瓷器赶不上成化，都是这样的。你清代那康熙乾隆就是比较好啊，嫁到以后的就是不成了，但是就这么个情况。这就跟其他的原因有关系，其他的原因呢，这个各个方面呢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有这么个问题。那么不能说明我们在鉴定家能看的时候，永乐就是比宣德好，这个观点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总的来讲，我们那个陶瓷的科学是从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而来的。那么用什么办法呢？就用科学的鉴定方法来加以印证，来说明这个问题啊，说明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段里头呢，我上午也讲了很多了，上午讲的科学的测试，这个几个问题啊。我看你们的这个文字写的比较多，你们呢今天时间没有了，现在已经四点了，你们呢看一看，都看了，因为我这个提纲啊，我这个发的文件你们都看一看，就自己好好的体会一下，我也就行了。所以陶瓷这个鉴定啊，鉴定学，包括陶瓷史啊，包括烧造工艺学，包括的陶瓷美术，包括陶瓷科技，那么这几个方面都是形成陶瓷器特征的时代特征的，我说烙印也好啊，打上这个时代烙印的几个方面。尽管我们要按道理来说，作为一个好的鉴定家，合格的比较高尚的鉴定家，这些知识都应当具备。尽管我们对陶瓷科学不是很懂，什么化验什么不是很懂，但是你要相信它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刚才我上午讲的热释光也好，它这个基本原理，无损测试鉴定也好，和这釉的测试也好，你基本上懂它这个原理也就够了，它会给我们鉴定上的一些帮助啊。因为陶瓷美术啊，它的画纹的画法如何如何，你就不一定非要去三五年大学，是吧？才能那就三五年大学，那就要成为一个鉴定家，就是大半辈子都是学习了，是吧？陶瓷烧造是五年制的，景德镇陶瓷学院，对吧？陶瓷美术呢，现在清华大学的那个陶瓷系也是五年，哈，那就十年了。那陶瓷科学呢，更是这样，那都是学，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要懂得这个陶瓷系啊，时代和这些方面的科学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就是要解决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说他是创个什么时代，你必须得从他的一些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就是使我们呢这个鉴定上不至于出差错，比较有科学的有根据。我们现在研究鉴定学的任务就是这样，就是解决有为什么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过去的时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们以为还不是真正解决了鉴定问题。真正解决问题不仅是你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要你要讲出科学的道理，这样的话呢才能说服人啊。你学习或者他给你讲课，你才知道一些道理，那否则的话都是感性的，都是这样子，那个东西就不成啊，那都不成。所以这个陶瓷科学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要懂得那些东西啊，来搞。那么现在我们故宫呢要下决心，我们自己搞嘛。刚才我上回讲这个问题，这个要花，据说啊，这个无损鉴定这个仪器啊，就得20多万美元，就那个仪器，就是无损那个聚类法的那个啊，聚类法的，这是我们将来要搞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故宫的数据库最丰富了。最丰富的，在世界上来讲，没有哪一个博物馆能跟我们那个故宫博物院相比，因此它的对比的这条件是最优越的，资料是最丰富的。他要肯定他你那个是假的，恐怕是最可靠的。我那么想啊，将来我们故宫就是把刚才我说的那个资料摆出来，这个然后呢建一套科学的实验室，那么故宫的这个权威啊还是要立起来。这倒不是自大，这个现在这个战国时代对咱们很不利的，很不利的，谁都是专家，谁都是专家，谁说的都算是吧，谁说的都不算是吧。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故宫博物院那是这样子的，哪个省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得到故宫来，故宫专家看了以后跟你定了，就基本上定了，谁也不敢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是你故宫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这样子。像战国时代，你说你是专家，我还是专家呢？这样子，现在就是这个时代。那么结合了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市场这样一个情况，文物这个混乱也很这个，也很混乱，这个事情还是非常之间的一个麻烦。所以故宫博物院考虑呢，要花几十万美元呢，也要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我们不仅是要建立个无损。还有一些其他的仪器方面，我们能做到的也都把它搞起来，有互相印证。将来的，我告诉大家，将来的这一件东西的时代，不仅是专家来认定，就像我们这些鉴定家来认定，而且有一个科学仪器的认可。将来我们故宫博物院把这个科学仪器建立起来以后，把我们所有的产品，除了专家的鉴定意见以外，每一件瓷器都要建立一个科学的一个卡片，一个标准。将来拍卖行出现的东西，除了是我们鉴定家鉴定以外的意见以外，必须得有科学的这个卡片，这个含义来才能出卖。这样的话，慢慢的走向这个科学化和系统化，这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这个呢，就是鉴定学包括这一方面的内容，用科学的仪器。就跟我们现在磁共振似的，我也是个叫什么来着？多发性的脑梗塞。哎，它怎么出来的？就是磁共振造出来的。磁共振造出来的，造出来以后我就小心了，我就吃药，吃了三年。吃了三年以后呢，我怎么发现的？我这个腿呀、啊，怎么回事？怎么我也没有碰它，我也没有摔它，我说怎么能走到不听我的话？我要它走西边，它往东边歪。然后我再一问人家出去检查，一检查出来说是你脑血管脑梗塞，但是没塞啊，就吃药吃了三年四年了。我尤其照了一个跟前一个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变化，那就说你想好是好不了啊，就是说哎就可以这样。所以这个病的断代，除了医生的断代以外，这个科学仪器在证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将来的我们的瓷器的鉴定啊，文物的鉴定，这是必然的一条路。除掉专家的这个就是社会科学的这些东西以外，还必须得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加以认定，这是我们将来这个鉴定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必然的趋势。那么故宫博物院下决心嘛，在这一两年，就是80周年，2005年，就是解禁的是04年，好，就是明年了，
现在正在积极的加班，积极的搞啊，争取裁员，争取什么东西，技术上面的问题，能把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如果这个建立起来，对我们大家来说是非常有好处。一个，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个展览，对吧？那个是刚才上午我讲的是权威性的，现在没有，就那一份材料。从陈万里到冯月敏到我那个，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结束这个工作，还在继续的搞。这样的话呢，有些窑址尽管是修了水库，啊，修了工厂，修了铁路没有了，但是我们的标本还存在。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这个体系，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对于建立方面，应当说是权威性的东西了。然后再把这仪器可以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建立就很有水平了。将来如果你们有国宝真的在手里头，哎，拿到国公去跟你们，是不是啊？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高档的定论，把它定了出来，谁说的不算，就是我姑姑为那个研究中心说了算。那么将来形成这么个体系，那就好了。那这个事情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就是明年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了。现在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已经选好，装修那都是柜子完全是新的这一套，所以将来搞起来嘛，就是非常好的那个东西了。现在就是说这个建立学就包括了这些方面，而且这些方面的学问呢，都要进行研究，对这个建立瓷器呢都是有好处的。这是关于建立学的内容，包括历史，包括陶瓷美术，包括陶瓷烧造，包括陶瓷科学这几个方面。这个对，因为这个瓷器啊，它的时代特征都是由这些方面所带来的、所决定的，都可以是这样子，所以它包括了一些内容。下面呢就是瓷器鉴定的一个基本方法，鉴定瓷器的基本方法，这个在上午呢就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讲到，再重复一下啊，给大家复习一下。你拿到一件瓷器，第一个问题就是应当看造型，你怎么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你一接触到这个，首先你就看它的造型对不对。它的造型对不对？因为我刚才讲了，造型是最代表时代特征的一种，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造型啊？什么时代没有什么样的造型？每一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要熟悉。我明天讲课呢，也是按照这个时代特征来跟大家顺便把它讲下来，就是基本的一个特点，要把它这个要捋一遍，这是一个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啊，看它的造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各自干的，就是看这个纹饰。那从艺术角度呢，就看纹饰，就是刚才我讲的粗脖子龙还是细脖子龙啊，看到这些纹饰的画法，是不是那个时代的，还是什么时代？这样子，哪怕是这一点点这个粗脖子龙、细脖子龙啊，都是要关键的时刻决定关键的问题啊，关键的时刻决定关键的问题，有时候在真假这个问题上。其很重要的作用就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它旁都防得很好。假如说啊，青花的颜色也不错，其他方面也很好，它对这个破绽就是个图案画的，不是那个时代的图案，这个就是很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么关键的问题呢，就往往出现在这个问题上。这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这个是真是假，值得怀疑。这是这个。这个花纹的装饰啊，这个变化也是规律也是比较多的啊，规律比较严格的。然后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以后呢，就能呢对它呢进行判断啊。所以一个造型啊，一个纹饰，首先看造型，第二看它的我们花纹。当然包括它的装饰方法啊，什么时候采用什么装饰，是雕刻的还是划花的，什么时间没有，什么时间有。因为我举个例子啊，我到美国去有一个大的收藏家，他就给了我一个瓶子，就是酸龙耳的一个白的一个瓶子，是唐代的，那个瓶子是相当相当的好，的确是唐代的一个胎，保存的相当好，这个东西。但是呢，它的彩就不对了，它画的红玉彩，这个红玉彩的这就是装饰啊。我们鉴定学的觉得红玉彩出现比较晚了，不会在唐代就有红玉彩啊，这是给我一个首先印象，对不对？这就跟它那个瓷器的时代就不相符了。
他以为这个是最高价买，这个目的就是这个，你没有见过，你见过白石山的唐代的白石山红泥材吗？我说我没见过，这就是它的高的地方。但是说我渐渐来讲之后，你这个时代就有问题了，没问题。但是呢，根据这个情况，你说服不了他，简直说服不了他。那个东西是的确是好，他的确是真的，他也是真的就麻烦了，他的确是真的，你说服不了他，他站出来。后来我们有个这个跟大家讲，咱们有一套这个鉴别这个侯家财的一个方法。我找了半天，他那个各种放大镜都有，各种放大镜都有，放多大的都有，那条件很好。那我就找了一个放大镜很适合我看了以后，一个什么方法呢？恐怕大家都知道啊。一般你加侯家财的问题啊，你看我们有很多雍正的白瓷，他加彩、加粉彩了，加其他彩，它价格就高得多了啊，价格就高得多了。它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咱们鉴别侯家财有这么一个方法，我举这个例子啊。侯家财，因为它那个它是个唐代的白釉瓶子，时代很早啊，唐代的。那么至少这个东西它身上有些划痕啊，按道理说应该有划痕，不可能一点划痕都没有。它应该这个在它这个瓶子是这样的一个形状。酸溶的，我画的不像啊，不管它了。它的酸溶的这个瓶子，很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好。但是呢，它甚至怎么样子好，它也是躺在的。它应该有些釉质上有些滑道，有些滑道，滑的道。如果要是当时的彩的话，唐代的彩，它应该这个滑道是滑到彩上，对吧？跟彩跟胎是同时滑下去。可是它的彩呢恰恰不同，它钻在这个压刀的上头，知道吧？等一下，这上头这是侯家彩，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有滑道了，它要加彩的时候它没有躲开它，它把这个彩加到这个滑道的上头，懂吗？加在这个上头了，加这个上头以后呢，用放大镜一看呢，很明显的滑道在彩下面，这个釉伤啊在滑的下面。这是我们鉴别看这个侯家彩的一个技巧的一个办法。所以后来我就抓住了这个了，我看着很明显，不是一处。哎，那就我就用放大镜，我说您现在您来看一看啊，您看看这个东西，它是用高价买的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胎是好的，东西是真的，胎是好的。我说你那个彩是侯家的，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唐代没有红玉彩。这种状子晋元社会比较多，所以我跟他讲第一点，所以他说是珍贵也不是说服不了他。第二点，你侯家，我说你这个彩是侯家的呢，因为一般的来讲这个彩在道子上头压着的。这个话他听了，我说你用镜子放大看一看，我就指了几处，他就拿着，哎，的确这个彩压在这个滑道的上头。他说那是不是同时他滑到道具家的人呢，也有这个情况的，你不能说没这个情况。我说那个一般来说很少的，因为你同时烧好了以后马上就加彩，它上面不会有滑道的，对吧？你那个滑道这么明显，上面加了彩，那说明你这个彩是后加的。哎，这一点他反复的照了一会儿，他不说话，他就觉得哎有一定道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是咱们就是看那个后加彩呀，咱们作假有一种侯家彩，基本上这个方法是可以使用的。我们故宫也有侯家彩的雍正的白胎、雍正款，那都是真的，胎都是真的，但是就是彩是侯家的，哎，基本上都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来看。这个当然还有画风啊、原料啊等等方面来看，因为它这个东西红玉彩是近代比较多，是吧？一个唐代就出现了，本来就是个问题了，哎，这是一个理由。另一方面就是从那个技巧啊，给他看一看。后来他也就相信这个，他也不吭声了，也不说你说的不对，也不说你说的对，反正开始说你不对，我这是好东西。后来不认识，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什么时代也采取什么样的装饰方法，也是我们一个鉴定瓷器的一个。本来这个时代没有这种装饰，它出现了这个装饰，就引起我们的怀疑。就刚才这个，我举这个例子，有些花纹，这种花纹。在那个时代没有，它出现在这个时代，那就不对了，这不对。所以这有些基本问题，我们的老子都得记住，都得记住。有些花纹是定型的，就这个时代有，别的时代没有的，你出现在这个时代，那你这个问题就有问题，
还有一些的什么样的造型呢，就画什么样的这个图案，它配套的。如果你发现它不配套了，这也有问题。总而言之嘛，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说明这个东西是真是假，提供一些线索。那在这些方面的一些经验呢，都要来进行一些总结啊。所以这个什么样的装饰方法和什么样的纹饰，因为刚才我举这个龙，粗脖子龙、细脖子龙，哎，它绝是一个时代特征，绝不是说随便说的，这个它是有根据的啊，有根据的，这都是我们在断代上所重要的这个方面。所以瓷器经首先是造型啊，造型，第二个是看它的纹饰和装饰方法，对不对？它的纹饰画法是不是这个时代的？怎么画法的？这当然需要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造型，什么时代没有什么造型，这个造型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中间经过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这个咱们都要记住它。记住它以后，你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把这个东西往哪个时代里放。我们一般建立家就是你往哪放啊，就是说你往哪个时代里插，根据它这个特点往哪时代。还有中国的瓷器的规律性非常强的，你们我要再举个例子，你比如东晋西晋啊，那西晋的时候呢，它只是花纹，它有这个花纹的装饰，到东晋的时候就没有花纹了，它就用那个褐色的斑点来做装饰，褐色斑点做装饰。这个我们在断代上是非常明确的，一见到有了青瓷上的划花是西晋的，一见到那个褐色斑点是东晋的，分开完全非常清楚。哎，可有的瓷器上呢，既有花花纹，也有那个斑点那个纹，两个东西同时出现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时代呢？西晋的末，东晋初，有这个情况。就是我说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断代上往往就是把这个特点掌握住啊，完全在这个你看它又有花花，又有褐色斑点。本来是花花呢，花纹呢是代表西晋，斑点是代表东晋。它这两种都出现了，所以它很可能呢是西晋末和东晋初，哎，就是这个时代，所以它规律性非常强的一种规律，非常强的一种规律。那么这至于我们现在为什么能鉴定家人一看就能确定什么时代，它有许许多多的规律，就是我说的掌握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啊，达到正确断代目的科学，这一个鉴定学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造型和纹饰啊，花纹装饰啊。也是这么情况。我呢，下一次讲课的时候，那几天呢，就是我讲的那些东西，通过幻灯片形式给大家来讲。这样的话呢，就从造型上，尽管不是很全，因为咱们时间很短，但是举这个例子能说明问题，在造型上的，在纹饰上面的这个断代法，基本上是讲了很多，这样就可以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烧造方法。烧造方法不同，就刚才我讲过的，这个主要是讲宋代以前的了啊。烧造方法，宋代以前的这个唐宋瓷器啊，烧造方法是最重要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各个地方的窑、各个地方的烧造方法的不同啊，这个很重要的。烧造方法这个很重要的第三个方法。你要知道什么时代采用什么方法，什么时代采用什么方法，因为电烧、这个佛烧啊，这个什么时代，那么记住了以后呢，你看这个东西就去分析它所属的时代，这样的比赛。第四个呢，就是胎釉的特征。胎釉的特征就实际上是原料，烧瓷的原料各个时代是不同的啊，各个时代是不同的。这里面着重讲是景德镇，景德镇这个朝代啊，都是在景德镇，但是它的各个朝代的胎釉特征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说它使用的原料不一样。除了青花以外，青花原料比较明确的，什么时代使用什么青料，成是什么样的成色，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断代的依据。还有就是胎釉特征，它的原料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一方面的情况。来进行断代，因此一件东西的好坏啊，它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啊，客观的规律。如果一旦这些方面不符合，出现了问题，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如果你要花钱，就得小心一点，就是拿钱买这个东西，如果高价那就要注意了，非常注意了。那这个情况呢，它都是古代的事情，都是有规律的，违背规律啊，就值得考虑这些方面的情况。这是关于这个胎釉彩的特征。在彩釉彩的特征呢，我着重把那个青花，青花是釉下彩嘛，下次讲课的时候把青花瓷器多讲一讲啊，这样讲一讲，这是一个第四个是个重点的胎釉特征的问题。那烧造方法很简单，造型呢，你把它举起梅瓶啊，什么玉壶春瓶啊，什么时候早的，什么时候晚的呀、啊，中间一个怎么一个变化，简单的通过幻灯把它讲一讲也就行了，把它讲讲也就行了。这个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着重讲一讲青花啊，讲一讲青花。这个比较这个方法的第五个就是连款啊，就是连款。这个瓷器的连款呢，它本身就代表它的时代啊，代表着它的时代。为什么还要讲？为什么还要重要？就是刚才我讲的，因为明清瓷器啊，这个带连款的比较多啊，而且是决定这个瓷器年代的一个依据啊，一个依据。因此连款的问题呢，我要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而且也是这些规律，连款的一些规律也比较清晰啊，给大家有规律的我就讲，讲了以后你就很容易掌握，很容易掌握，你就可以，我这里头在讲课方式这样，我还引了一些，我不跟你做解答，也可以看出来是真是假，真是假，就听到我讲了以后，我讲的这个你衡量。我打出来的款，我问你是什么，你也可以看出来它是真的是假的，还是真款还是假款。这个问题呢，也是做一个重点来讲，做一个重点来讲。那么这几个方面呢，都很重要。这个瓷器因为这瓷器这五个方面呢，但明清瓷器就是五个了，其他的嘛就是四个，这几个方面都是互相制约的一个整体。如果你发现什么东西都好，有一个方面有欠缺，我觉得都应该值得怀疑，值得怀疑。里面其他方面都很好，它也有特征，纹饰、造型都很好，就那款写的不对，就那款写的有问题，那个也得要注意，也就觉得这个东西啊，不是什么很可靠，不是什么很可靠，因此呢，它的客观的事实啊，时代的特征、客观的事实啊，它是。这些方面它都是有机的联系啊，都是能合得拢的啊，合乎这个规律的那个东西就是好的，不合乎这个规律，有某些方面出现有些问题，还是值得怀疑的啊，值得怀疑的。当然要看具体情况，或者某一件东西是怎么个情况，要多加思索，不能轻下结论，这样一个情况，是我们经常是这样子来对待这个鉴赏的这个问题，现在是这样。这五个方面呢都很重要，但是都有重点啊，各个时代都有重点。你比如说这个隋代以前的时期啊，隋代以前的时期，这个烧造这个造型很重要。我不跟大家讲了，越是时代越早的，它造型也比较单调，发展的规律变化的规律也比较小，这个着重于造型啊，隋代瓷以前的造型很单调很简单，变化也很少，所以你从造型上基本上可以把它进行断代了。所以这个重点的隋代以前的瓷器是着重在造型比较多，但其他造型也很重要了，就是这样子，我说就这个情况。唐宋瓷器呢就着重于烧造方法烧造方法，因为它烧造方法的不同，因为唐宋瓷器的发展很快，特别是宋代这个发展很快，其大名啊很快，但是呢它各种烧造方法是不一样的，烧造方法不一样，所以呢唐宋瓷器的特点呢，烧造方法所形成的一些特点呢比较多，所以这个重点呢，这个宋代以前的瓷器，唐宋的瓷器做足一下这个烧造方法对还是不对啊，隋代以前不同的造型这个造型那么明清瓷器呢，当然了，明清瓷器的一个是原料制瓷的原料，这个很重要，也就是我们说的胎釉特征，胎釉特征
对明清时期经济来讲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景德镇呢，在各个朝代，它那个原料都是不一样的，清化了当然那更是不一样，啊，这个是，而且明清时期呢，就是这个。除明清时期除掉这个，它有特征是重点以外，再就是个款，连款也是个重点，啊，款子对这个瓷器非常重要不重要，也是在这个款的这个方面，就是关于这个瓷器的鉴别方法和的重点的这些方面，大家呢还可以看看这个提纲我比较仔细啊，比较细的提纲，给大家再去记一下。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怎么样，就是我的意思啊，我的书也是这么写的。如果你把我这一本书，尽管是我提假基础啊的书，基本内容你能够一掌握，我说的啊，能够基本上就通过我这个讲课，你把它基本上掌握，我以为你们碰到的很多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但这个东西在人，在你的体会，在你了解的深度和广度啊，在你的本身的知识、本身的藏品各个方面有一定的关系。但总而言之来讲，我是觉得是一般你碰到的问题基本上都能达到，都能有所解释啊，这样一个情况。但这是不是吹牛，那就看你自己看我这本书，然后我讲的情况怎么样，结合了你们自己感觉是这样。那么通过我讲课的情况，一般的来讲反应都是比较好的，还是觉得收获比较大的，有这么个情况。因为我这个书的产生呢，也是适合当时这么一个情况而来的。这是一个啊，基本上是能解决一些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说我基本方法呢，就是你们买一些过，就除了这个书以外的图，还买一些这个好的图呢，做我建议你们把它读一帖，作为帖来临，作为帖来临，要反复的临，反复的看，甚至要用手画一画啊，这样加深印象，加深印象，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哪些有瓷器展览啊，哪些有什么博物馆的东西啊，去多看一看。多喝，我倒主张啊，这个金，我们北京叫金松那个市场，我倒主张呢，那个地方呢还是少去。等你到一定程度，就是我说的那个啊，临帖临到一定程度啊，看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再往那个地方跑一跑，我就觉得就大不一样，啊，大不一样，你就感觉去了以后就觉得都是啊，跟你那个思想不合适的一东西。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想呢，大家能够达到像我们那个，我今天讲那个保管员那个样子啊，那个是你不说他很非常用心的，每天擦那个玻璃他就看那个东西，每天擦那个玻璃就看那个东西，跟他交朋友啊，一直打到现在门前，哎，还数着上的鉴定家，你看这事儿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呢，我想他也没有文化，那个人的文化也很低，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因为天天跟他碰，解决这个时间问题，所以你们呢也是解决这个实际鉴定没什么太多的这个意思啊，解决实践这个知识也就能可以提高这个鉴赏的能力，能达到这个鉴别的这个目的。我想今天的这个课啊，我就给大家这么一讲。那么下一次呢，我就这样子。就按照这个提纲啊，就是讲到这个，今天主要是讲学习的这个基本方法和方法论的。下一次呢，就讲，哎，我这提纲怎么样？